以强调干电池效力重要性的 CF 广告，是否让你会心一笑呢？欢迎你和我们一块打开 Y 世界。当你手里拿着遥控器的时候啊，我相信最不想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的就是 A 片之类以描绘情欲为主题的片子了。不过你大概没想过，其实当爸爸妈妈自己在看这类片子的时候，也绝对不会希望你在场。其实好像只要一涉及情欲啊、亲密关系这档子事的时候，就好像会误触了两代之间的禁地。 如果是孩子不小心撞见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亲热的话，我想大部分人的反应都会是不要打扰，然后假装没有看见。如果是反过来的话，那事情可就大条喽。像上学期有两个国小六年级的学生在保健室亲热的时候被老师撞见了，结果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下子所有的媒体都知道了，还出现了报道各种不同细节的版本。 我想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我们已经听够了大人们的说法。今天我们就要听听看孩子们的感受。回忆有没有啊？你自己写来纸上啊，难忘的回忆是要写什么？可不可以想给他一个？像刚刚我说的那个六年级小朋友，他们两个就想要彼此在六年级毕业的时候要怎么样难忘的回忆，所以他们两个要在一起。没有想，那就写没有。好，那就写。 在毕业前夕，为了给喜欢的人一个难忘的回忆，这一班小六同学有人提议送照片，有人说要签名留念，有人说要一起出去玩。至于台北市某所国小六年级，则有同学基于两情相悦，日前在校园发生亲密行为。这原本可能只是一对两小无猜的小朋友，一时好奇做出模仿大人的举动，没想到大人还没了解小孩为什么这么做之前，就急着报警处理，接着带小孩上医院检查，还要提出告诉，不惜让整个事件在媒体上曝光。整个过程有如捉奸情节，其中受害最深的恐怕是那两个仍然天真无邪、饱受惊吓的小孩。喜欢一个人真的是一件这么可耻的事吗？身体的接触真的这么不可原谅吗？看到同学有亲密举动，到底该用什么态度来处理呢？ 在毕业前夕的最后一堂课，侯老师认为有必要跟同学讨论这些问题。当我在厕所会阴暗的讲过，他们做一些表示向我们很好的动作，抱抱亲亲，假设是这样，你看到了会知道了会怎么想？会怎么样？但是看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本身站自己的立场，然后觉得很尴尬，就不太好意思。是，所以。 理他们，因为我认为那件事的话是，那是他们之间的事，不干我的事啊。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不需要告诉老师。 看到他们的话，我会赶快离开，然后不要让他们看到，然后再告诉老师，然后再叫老师教他们一些正常的姿势。小朋友的反应出乎意外的比大人冷静许多。透过这样开放性的讨论，也让老师了解同学们正在经历怎样的两性世界。老师跟着也得调整自己的态度。前阵子只是稍微跟他带过，好，跟他开玩笑说：“哎，拜托。” 跳跑厕所去哦，做这个亲密的动作。我记得我上次跟他们，老师会很尴尬，又跟他们讲，那因为这个父母可能会很紧张，然后就这样子我说啊，拜托你不要做这些事这样。可是今天我在一听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他们有他们的，就是拿捏的尺寸啊，然后他们会觉得，哎，其实蛮正常的。那我会觉得，但他们不见得会做，他们在讲这件事，那我觉得，哎，让我有一个重新去看待他们的学习，啊，他们正在怎么样做选择。 不仅老师要重新学习，经历过这一次事件后，连家长也开始面临挑战。在一次两性平等教育的研讨会中，家长就参与讨论怎样进行家庭性教育。一些比较早熟、比较冲动的小朋友，那个就是男生女生，大概有10个左右。然后呢，因为现在校园开放，然后就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不是到立山国小，就到那个国小。 找阴暗的角落，那因为有男生女生，他们互摸。那这个过程哈，里面很压抑的，因为后来听老师问出来，然后就说女生很主动。这个过程里面，既然是女生很主动，我
会叫孩子说你不要有性行为，不要怎样，但是我会让他知道那是不是你要发生的。所以除了教导亲密之外，我还教导他要负责。我们不能说啊某某人心理比较强，他就是不对，好像这个已经是很蛮弱的。那问题是我们如何的开导会比较好一点，好，就说你这样做不是坏孩子，只是说你可能要找比较好的管道去。那我是从这个事情里面看到，就是说大部分的问题还是发生在我们大人的观念里面，因为我们太紧张了，以为说小孩子一碰到这个事情一定就发生什么危险的事哦，然后我们就想说他们最好都不要做，最好都不要看，可是这事情已经都不可能了哈。那么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有机会的话，我是觉得可以用一个集体的方式做讨论啊。学校的话，老师可以开一些课程；那在家庭里面的话，我是觉得应该是家庭成员的讨论。大人们已经警觉到，不能再昧于现实，以为小孩子不懂事，就忽略不跟孩子谈性。因为这个社会充斥着各种相关的资讯，色情书刊、色情光碟、色情节目又随手可得，小朋友的情感世界其实比大人想象的要复杂。我们开始有一个比较巨大的这个欲望文化，就是说目前资本主义的商品文化其实以欲望生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样的一个欲望的生产的话，事实上会使得孩子们很早就开始对于情欲的事情有兴趣。那我觉得像这一类型的发展的话，我们应该开始用比较多元的、比较开放的眼光来看。有一些孩子可能会觉得11、12岁在谈恋爱或者有身体的活动的话，可能是太早了一点。可是另外有些孩子老早就已经开始了。许多老师和家长都承认，早在小学阶段，小朋友就会开始对异性好奇，互相吸引。在学校班上有没有说？有啊。不会送礼物给他，只会偷偷瞄他。就这样子。对啊。那快毕业了，那怎么办？还要送礼物？还要送礼物吗？给他写毕业签册留念啊。从以前就喜欢一个女生啊，然后就是有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她，然后到现在只是想一想而已。那时候我跟她玩过啊。不一定，有玩扑克牌，有玩游戏啊。有约过他吗？没有。为什么会约他？这时候家长和老师要做的性教育，就是倾听小朋友的心声，告诉他们喜欢和被喜欢都是件美好的事。目前我的小孩哦，4年级、1年级，可是他们常常说啊，姐姐的男朋友是谁啊，妹妹的男朋友是谁，哪个男生喜欢他啊，哪个什么的。我呢会在旁边听，好，然后我会去听他们跟姐妹之间，好，如何去做怎么样的沟通，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可是我不会说限制他们说，不行了，你还小，不能交男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我不会。男女交往的部分，因为他们的窃窃私语会把哪一个人喜欢哪一个当成秘密来，那对方很尴尬。那我会鼓励他们说，其实你欣赏别人是蛮好，可是被别人欣赏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至于大人最在意的可不可以发生性行为，小学生不见得会做。不应该有。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会太早熟了。太早熟了。对。然后太早熟也不好，如果传到媒体上去的话，会很不好看。这样。未婚妈妈嘛，对。她现在如果是小学生，发生了有类似那种怀孕的话哈，那他没有钱怎么养孩子，孩子可能这样会被他那活活饿死啊。开明的家长也许会在适当时机告诉孩子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就干脆跟他讲清楚性是怎么回事，他会有什么变化，他会有什么后果，那这些后果的事情是不是以你现在的这个能力有办法去处理的。每个小孩情感与情欲发展的早晚不同，一味的禁止在国小学生发生亲密行为事件后证明是行不通的，大人该给的是讨论的空间。这个态度不是说去鼓励或者去禁止，相反的是蛮随其自然的。有一些孩子他们会自己主动的就会去发展身体的活动，有一些孩子从来就对这个没兴趣，那有一些孩子只敢偷偷的瞄人家，有一些孩子已经可以拉手但是不敢打啵儿。
那所以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需求和不同的尺度，每个人其实不太一样，所以我倒觉得老师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创造这样一个，刚刚我讲一个氛围，一个文化的氛围，好让性的谈论、性的经验的这个交换、性的智慧的传承，像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不管大人是不是准备好改变态度，进行积极开放的性教育，大一点的孩子平常透过同侪的交流、各种书籍刊物资讯的取得，他们的感情世界早已超乎大人的想象。国一的小琪就被同学公认恋爱经验丰富。你告诉我呢，喜欢的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们什么样的交往方式？怎样的？太乖的那种，不要太乖的那种。他就坏坏的，你们搞什么玩意儿？要低调，对啊，低调，欣赏他，不要笑啊。然后，我们有没有约会啊？有啊，很美，有啊，还没开出去。对，好好好，常常一起出去啊。出去做什么？啊。我要去拿去拿去裤子。好，我想一下啊，想一下嘛，你别讲。啊，那个。行不行？拿什么？接吻。林小琪虽然大方公开恋情，不过谈到亲密程度却害羞起来。还有继续发展继续啊？还有呢？然后就不能讲。然后讲继续，那就快讲出来。抖多一点，抖多一点，然后的话，你刚刚面对，哎呀，面对现实啊，讲的就这样子啊，啊，能不能接受呀？亲密的性行为，有，已经接受了，点头，可以了，点头啊，都可以吧，哎，会不会担心有那个负面的后果？反正有。担心有是一点点，装傻，真的啊，戴套套，戴套套要记得。到了高中阶段，谈起恋爱可就大方多了。像这一对看来十分甜蜜的小情侣，利用假日一同来光华商场买东西。他们交往已经两年了，是校际联谊出去玩认识的。怎么会不知道呢？个性，他很好骗。哦，那你等于是骗他吗？为什么喜欢他？看一下。而假日来到青少年的活动地盘西门町，更是到处可见出双入对的情人。至于表达爱意的方式，不如给他来个惊喜，送束玫瑰花吧。你要送花给谁呢？送给我朋友。是女朋友吗？正准备要变成女朋友了。正在追求她，对不对？是啊。那今天约在哪里？在麦当劳前面啊，西门町的麦当劳前。你觉得可以接受的亲密程度吗？目前吗？牵手。牵手。不错的。牵手。那你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事情吗？安全，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信息？从哪里书吧。自己看书。其实同学之间都会知道啦，现在蛮普遍的。这位送花男孩很有耐心地等了大半个钟头，最佳女主角终于出现了。很着急啊，他是打了好几通电话，结果没有着急，最后一次好，最慢的一点，最后一次没有。
逛街、看电影，通常都是情侣们爱从事的活动。而到了高中年纪，部分人对于身体亲密活动相当坦然。这个可以啊，我可以接受，只要你情我愿就行。是要等到，就是彼此都蛮了解的啦，到一个程度吧。对啊，大概交往一阵子以后。婚前婚后吧，就是时候到了就该那样，对啊。亲密关系什么时候开始比较适当？其实并没有一套标准。小学六年级算不算太早？高中开始又如何呢？大人们什么时候能够懂得尊重青少年的身体与情欲自主权？这次小学亲密行为事件因为大人过度反应所造成的伤害才能减到最低。很显然的，在这整个国小学生发生亲密行为的事件当中，没有人提到那个不小心撞见又把消息公诸媒体的人有多不上道了。大家唯一的声音就是感叹现在的孩子有多么的开放，以及各种大人粗暴的指责。我想啊，即使这两个孩子之间真的发生了性行为，来自大人无知粗暴的反应所造成的伤害，早就远远超过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任何事了。